观众朋友们大家好，非常感谢大家对《成龙历险记》的喜爱。龙年快到了，你们的龙叔又来和大家聊聊了。小朋友们，这一年有认认真真的学习，痛痛快快玩吗？大朋友们，工作很辛苦，一定要记住好好吃饭，好好休息。龙年到了，祝大家新年续航比青海湖电池还要长，眼光比鹰眼相机还要准，身体比巨蜥玻璃还要坚硬，做人比荣耀 Magic 6系列还受欢迎。新年荣耀，一起成龙。